讲，那何我的师傅金青流功夫这么厉害，虽然讲两人对决，伊唔是我对手，但是并是佳人。我险险性命不保，可你家在临终之际，我才想起我师傅送我法宝，一只金箍念下咒语，登上上空，变成一匹千里马。会当助我师傅你脱阵啊！原来是如此，好在家在军山的兵我无事倒转来，这路辛苦，运动员的心内都休息去吧。要带我来交钱的计划。金青牛摆起电动棍。来讲，这边最什么？头毛内是军师所碎，你抱去。